分。第三个表格样式盗用浅色格线辐射三，取消表格样式选项的首栏勾选设定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把整个表格选起来啊，选起来以后，然后呢，在表格的设计这边，它要求套用浅色格线辐射五，浅色格线辐射五，要去找浅色格线辐射五，这是网底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暗色格线有没有？暗色，这都是暗色。上面看，浅色网底，浅色清单，浅色格线有没有？辐射五，这一个啊，辐射三哦，辐射三这一个啊，浅色格线辐射三，然后再来首栏的勾选去掉就好了，首栏把它去掉就好了啊，对，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。